如果一个人的怜悯只是出于普遍恩惠中间，因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而有了这个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个慈让之心、这个是非之心，或者基督徒直接说，就是呢那一个能够与我们同知的那另外一个道德性的责任的那个良心的话，中国人翻译成良心是跟原文是意义相差很远的。原文希腊文 synesis， 那拉丁文 conscientia 根本没有好的意思，因为这里不论我们里面那个心灵的道德声音是不是本身是良善的，只是提到他与我一同知道，伴我知，同我知，与我同知的意思。所以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不一定是良不良的事情，但是呢，心灵深处知道他自己犯罪，所以他知道他犯罪，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与他同知的同知者，那叫做良心。所以良心 原来的意思就是与我同知者， My co-knower， The one who knows together with me， The one who knows just like I know， 我知里面的良知，也知与我同知。